咦，即係畫得唔錯喎！呢隻錶我 tailor made 俾自己噶，獨一無二。誒，勞力士都得噶。咦，呢啲地通啊，你睇落去以為 A4， 全部同一般嘅勞力士嘅款好唔同喎、啊。其實唔係啊，佢名副其實勞力士嚟噶。殼啦，個格帶啦 ，logo 啦，機芯咧，如假包換，係勞力士嘅出品。今日同大家介紹 Mac Paris 呢個品牌喺2007年成立，專門做改裝。Mac Paris 有兩個嘅改裝嘅方向，一個方向就係完全係由 Mac Paris 自己由頭改裝到尾啦，係佢 idea。另一個咧就係由顧客嗰個 collector 咧話俾你聽，我想點樣改，由佢話俾個 Mac Paris 聽嘅。今集我介紹嘅錶完全由 Mac Paris 自己出品嘅，雖然都地通啦，但係兩個風格好完全唔同嘅。呢只咧，我會覺得比較 cool 啲，佢成個錶盤咧，所有拎走咗，只係剩翻三個 subdials 同埋個皇冠。嗱，你睇到戴住啦，係咪？哇，成隻藍色 coating， 佢用呢個 DLC 嘅 coating 塗層咧去做嘅。咁你見到？喺啲 DLC coating 咧，佢通常用啲好雅色嗰種嘅表達方式，就希望營造到 cool 啲、型啲嘅。嗱，呢個比較特別啲，比較另身少少嘅。嗱 ，DLC 咧嗰個英文全名叫 Diamond Like Carbon， 係啦。呢種 coating 咧，如果擺咗上我嗰個表面上邊咧，嚇佢就點咧？就會好似嗰個鑽石嘅硬度咁樣嚇。保護的錶咧，保護得更加好，更加硬淨，同埋咧係唔容易刮花嘅。咁其實呢種技術咧，唔係話特別今日先有，其實十年前、八年前咧，好多品牌已經用噶啦嚇。只不過而家就話呢、這個Mac Paris 就好強調就話，我係用 DLC 呢種技術咧去做 coating 去保護隻錶嘅。這一隻呢一隻咧，佢係個錶盤咧係鏽空嘅，就比較 busy 啲，但係藝術嗰個欣賞角度咧又高啲。機芯咧唔係就係底嗰橛咯，你連面嘅機芯咧亦都睇得好清楚啦。用機芯作為呢個錶盤嘅設計一部分，你問我咧可以蜂巢咁樣啊，咁得意啊！同埋仲好得意就係呢兩隻錶咧，個錶底蓋都係透明嘅。一般我哋通常嘅手錶咧，無論金錶、鋼錶咧，佢個錶底密封嘅，唔會透明嘅。但 Mac Paris 話唔得，我要透明埋俾你睇。如果想為呢啲咁別緻、咁有個性嘅嘢埋單咧，有兩樣嘢你要留意啦。第一就係個 warranty， 第二就係價錢。即原裝錶翻嚟之後咧，佢會拆咗佢，嚇將裏面機芯咧就會拆曬佢，然後會執翻乾淨佢，即可能會 cleaning 咧、polishing 咧，然後再組裝埋一齊。嚇喺改裝過程當中，當然。佢嗰個機芯嗰部分咧，佢唔會話特別話改裝得太多嘅。點解呢？因為機芯嚟講，如果你突然間去改裝太多嘅時候咧，可能會影響咗個機芯嗰個準確度嘅。佢唔係淨係話嗰個錶帶錶殼，佢連啲 detail 位，好似指針啊，或者個 logo 啊，個框個錶冠咧，佢都會同你執埋。咁但係咧。都要提醒大家啦，你呢只錶買翻嚟之後咧，對唔住啦，勞力士話唔關我事噶，因為改裝咗之後咧，呢只錶咧已經唔係勞力士啦。咩意思呢？因為成個改裝嘅過程或者改裝出嚟嗰件嘢咧，唔係原廠授權去做呢件事嘅。咁即係如果有一日你只錶真係壞咗，或者我想拎俾勞力士去維修咧，勞力士唔會採你嘅。Mac Paris 佢會有呢個 warranty 俾你嘅，係5年嘅保養。做聽啲改裝錶咧，佢真係個價錢咧都幾乸脷嘅。佢只錶咧係用炒價價錢去做呢個成本嘅，咩意思咧？先係炒價，你唔好以為哦，佢用定價咁樣，唔係嘅，炒價，然後咧大概價錢我估係乘二，就係呢個 Mac Paris 嘅嗰個定嘅價錢啦。咁另一種咧，就係由個客人有顧客，佢有呢個勞力士，佢會拎俾呢個 Mac Paris 就話：，你不如幫我去 tailor made 隻錶俾我啊！我想個指針咧就咁嘅色，我想個錶盤咧又唔同顏色，或者一個 bezel 咧，我要改到咧古靈精怪或者啱佢嘅口味嘅。嗱，
Mac Paris 冇問題，不改追完之後咧，咁呢個標因為唔係 Mac Paris 自己揾翻嚟俾你噶嘛，係你俾佢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標裏邊嘅肌肉啊 movement 咧有咩損傷咧，佢係唔會照顧，佢即係保你咩？保你嘅外殼嗰個設計咁樣嘅。我當年喺拍賣行做嘅時候咧，好多顧客咧好中意咧將啲品牌嘅標，特別係卡地亞嘅標，可能係 Santos 啊。可能是其他不同的款，當時的款是鋼錶皮帶，是沒有 Diamonds 那個鑽石圈，是沒有的，品牌從來沒有出過的。不過我們的 VIP 呢很有創意的，拿去叫人跟他雙圈石，哇，跟著拿出來卡地亞名錶，然後有石圈的。當這個 VIP 玩到上下玩厭了，哎，我不要了，我拿出來賣呢，這樣那品牌就不喜歡了。喂，我從來都冇出嗰啲錶，你拎出嚟賣呢、這個錶就唔係卡地亞啦。咁所以咧，當時候佢俾信件拍賣行呢、這個 VIP 客嘅資料俾我，我要揾佢傾偈。咁當然啦，拍賣行嘅私隱條例就我唔可以 disclose 咯。但係為咗息事寧人咧，拍賣行都從此之後咧唔會再買啲嘅後雙寫加工嘅手錶啦。總之係買啲咩錶咧，原汁原味 original 嘅嘢。買一種錶，你可以玩到獨一無二，但是呢你就要犧牲了呢、啊、原裝品牌的個 warranty。近呢幾年呢個市場呢就很關注它嘅，咁我覺得是因為那個潮流啊，年輕一輩就越嚟越追求個人化，咁而個人化的速度呢就令到很多大陸的品牌呢未必應付得到或者應付得切啊，佢基本上都揾啲熱門款呢去做改裝嘅。呢四五年大家都對一啲叫 luxury sport watch 咧好注意嘅，好似勞力士唔使講啦，係咪先？仲有 PP 嘅 Nautilus 啦，啊 AP 嘅皇家橡樹啦，咁 Mac Paris 咧做親嗰啲改裝咧，都要圍繞住呢一扎嘅 collection 嘅，話明熱門款，第一唔容易揾，第二成本又好高。佢好似呢啲咁樣，可能做十隻、廿隻，亦都做就咁 Mac Paris 咧咁多人留意嗱。今集就講到呢度先，你哋中唔中意只錶啊？又或者你哋有咩錶想我同大家介紹，留言同我講啊！